我就是想看一下。好，服务到底，服务到底，服务到底，赶快去，赶快去，赶快。我喝醉了，不好意思。你要拍个相吗？就不是说令你想睡觉，不是安眠药。哎呀，快点啊！太烫了。睡觉的警察。快点嘛！我那是浪费我的空间。容量不够了。哦，我100多个 G， 随便弄。没有100 G 吧？我120吧。对，128那像话。关键是往群里发的时候太耗时。嗯，没事，我跟你压缩。那个 data 不够，好不好？挡了不了，你怎么怪？开始，真的啊，来，看看，我左脸漂亮还是右脸漂亮？都漂亮，都漂亮。赶紧在这边喂。全方位服务啊！全方位，嗯，哪根肠好？对。别浪费椅子。熟了没有？有选择的，你来一个。我想歪了。来吧，有啥不？有，你不喂他吗？你看我烫不烫？有点烫，有点烫。来，我拿这个，拿这个刷子，你吹着。你吹什么？我吹着，我自个儿吃有啥问题呢？看看啊，别弄错了啊，是这边吗？你哪边都行。啊，吃的不烫，就手碰着烫。你们哎呦，这样的装的没人信。我装不上，我又不是演员，没人信。不用手啊，不用手啊。哪边脸漂亮？你那手别抖啊，手一抖还戳一洞。不是，我再抠会儿。哎，你有没有美颜相机啊？快点啊！哎呀，啊，对，行不行？管他，你不美。小白脸过来。现在是你白，没你白，现在是红。就是小鲜肉喂的就是不同，你知道吗？不香也是香的。不香。看着啊，看着啊。朱鑫可以啊。我的爹！全干。梦啊！一点都不给我留啊！上厕所。有酒精吗？你那个。喝完了没？你这个没了，这个我这。照片，韩系列有个照片就贡献出来。